坚持到底，看着你我不愿再逃避，你的笑容太过美丽，我难以呼吸，你是否会说说你愿意。再过十分钟就要上场了，小妮，衣服行不行？能不能改好呀？动作都那么慢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年再也输不起了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输的。都是那个芳芳，去年把我的风头都已经都抢没了呗。顾的水军发的对比图说你穿的山寨，我觉得他说的没错。去年白如云给你设计的整个一个名牌大杂烩，你说抄就抄了呗，没皮没脸的设计师一堆。可是他被揭穿以后，还一副我抄了你又怎么样的表情。你说媒体怎么会对你有好印象呢？也显得你很没品。你这是说他呢，还是说我？当然是在说他了，露露姐。你把眼睛往下点，我给你加点眼影。你有病吧你，想死别拉着电麦的。这真心改了吧？怎么了？别开了，打车走吧，再开容易出事。我自己的车我还不知道，你别跟我这儿乌鸦嘴啊。告诉你，今天要不是你们两个人啊，你说现在砸钱谁不会啊？你说的那个芳芳，只会穿名牌，旺仔小馒头的身材非要挤出事业线来，就一个字儿俗。你知道红毯上拼的什么吗？不是拼谁的衣服贵，是谁的气场足。关键是衣服能衬托出你的美，你穿上那衣服要让全场人都觉得你真的是美爆了。露露姐，这句话我听出来了，这是夸你美呢，说你美爆了，漂亮，漂亮。刚才送我这个，别误会，挺贵的，从你工资里扣。哎哎哎，嘛呢？这么不识动？我跟你讲啊，打今儿起，只要咱们兄弟同心，甭说一块表了，哥们儿就是砸锅卖铁的，我支持你。小姐以后就把自己交给你了。今年我可是收到了好多的邀请函，什么米兰的、戛纳的，是戛纳。啥？换地方了？啊哎，露
露姐这种 super star， 什么戛纳啦，什么加纳啦，还有什么戛纳的都能去，都能去啊！你就多余搭理他，车神的话不听，活该。车什么神呢？我都不碰车了。你吧，你爱碰不碰，反正你是中国舒马赫。不提这个行吗？哎，你身上其他都挺好，就你身上这身差点意思啊。差什么？哎，你甭管了，跟我走吧。哎，我天哪！你们看那个车怎么自己冒烟了呀？啊！我这张脸，你看别人干嘛？你看我啊！你看这脸，这睫毛全都花了。别急，别急，我马上给你补。顾佳，别动。你把他的眼尾、眼线全部擦掉，还有假睫毛全部卸掉。哦，好。哎，假睫毛不能卸。假睫毛没有，我就跟没穿衣服似的。露露，你看着我的眼睛，你相信我吗？点个赞。赞个屁！别扭。哎，别扭什么别扭？别走。你要实在觉得心里别扭，这也从你工资里扣啊，这不是钱的事。哎哎哎，不是，对，不是钱的事。走啊，来坐。哎，特别好，真的。两件礼服都已经完成了，我今天一定要让你惊艳出场，完美收官，亮瞎他们的狗眼。今天《Elle》杂志的主编来了，你待会儿过去跟他打个招呼。微笑女神装。好了好了，这次就不多说了，我们还有事儿，我们先走了。好，谢谢。师姐你好，刘露。你好，刘露小姐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您今天这身衣服很美啊，请问是什么品牌呢？这是我的首席造型师为我量身打造的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们想做一期时装周与影视明星的专题，到时候想采访一下您和您的设计师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谢谢。芳芳小姐到。设计的礼服穿在自己身上，白若云，
等着。哇，哎，你瞧，今儿来了可各路明星大腕，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，有来走红毯，还有是来蹭红毯。你听说过蹭红毯吗？你过来瞎凑什么热闹？什么叫瞎凑热闹啊？今儿晚宴，海鲜独家赞助商南城大勇哥，知道吗？你跟大勇哥来的不一样，一会儿得走红毯，还得在那签名板上签名呢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不签，我对这个不感兴趣。怎么不感兴趣？来都来了，走走走。你好，请出示邀请函。啊，这是我朋友跟我一块来的啊。先生，对不起，一个邀请函只能进一位男士。不是，你听我说啊，我是你们晚上慈善晚宴的海鲜赞助商，你们主办方邀请我来的，是我哥们儿跟我一起的啊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我们只认邀请函，一个邀请函只邀请一个男士。不是，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死心眼儿啊你啊？你先进去，我待会儿赶紧啊。这车钥匙给你拿，你那儿等着，别乱走啊！啊，进去吧。我不管那个是谁抄谁的，再过30分钟，我要不穿着这套上台，要不穿着那套上台，不管我穿哪一套，我都会死得很难看。露露，你相信也好，不相信也罢，可事实现在就在那儿，说什么都白搭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场子给救回来。怎么救？给我20分钟，回家帮你取备用礼服。如果那件也不可能，那件绝对没有人家。我给你20分钟，如果20分钟以内你赶不回来，这辈子别来见我。OK。大哥，我有个特别着急的事儿，但我打不着车，你能不能用你的车载我去一趟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不是开车的。我是刘露的设计师，我要帮她回去取衣服，能不能帮帮忙啊？真的不好意思，我只是在这里等。你放心，车钱我会给你，双倍的。再说一次，我不开车。您真有意思，你不开车，车自己停在这儿的。不愿意帮忙就算了，干嘛还说瞎话啊？你不开我开。哎，我，哎，喂喂喂喂，给我下来。停车。车这儿挺大啊，倒回去。哎，你，谢谢你借我车啊，要你不借我车，我工作就丢了。我有说过要借你车吗？你没说，但是能不能帮帮我呀？同意啦。哎，
保安！不不不不不不不！先生，什么事？我车呢？啊？衣服已经拿到手了，你们在那儿等我，马上就回来。你疯了吧？哪有你这么开车的？我不是疯子，我为了工作，今天必须得拼了。你要干嘛？你这么开车太危险。我来看。你不是不开车吗？你还敢不敢上去？哎，等我。您别着急，说不定是您朋友把车给开走了。不可能，我那朋友压根就不碰车，你知道吗？你赶紧，你这不有监控，这么多屏幕，赶紧给我查调一下。我马上给你。快点，快点。还有八分钟，过了下一个路口就到了，加油！哎，你能不能别那么肉啊？你能不能开快点？过了那个路口就到了，跟你说话呢。安静一点，不能，都怪你，你开车怎么那么肉？明明一脚油就过去，但现在就已经到了。干什么？哎，你这样很危险。危险怎么了？危险我要离开你，我来不及了。我要下车，我要离开你。高先生，我们刚才调的监控，确实有一个女士上了您的车。给我看一下，女的？对对对，赶紧报警啊！我告诉你们，我这车齁贵了，今儿找不回来。我，你们大厦曹总和谢总都是我哥们儿，我这车找不回来，你们都吃不了兜着走。我告诉你。这辆车跟我们进安保室等待调查。不是，你们误会了，不是，你看，这是我的通行证，我设计师，我会去取衣服的。你跟我说这些没用，车主一报警，你必须跟我们走一趟，解释清楚。现在没空。哎，不是，干嘛？不是，
我送个东西，我送个东西，我跟你们去调查啊。小云姐，你怎么了？你犯事了？对对，来啊，赶紧拿着礼服，赶紧去啊！那你怎么办啊？不是，我跟你们说清楚啊，我刚刚明明是车主带我去的啊，是这辆车的车主，哎，就是他，哎，你过来，你跟他们说清楚呀，他就是车主，过来呀。少废话，带走。不是你，哎，你什么情况？哎，把你带走了？啊，就是他，啊，偷偷开你的车。美女啊，误会啊，啊，误会！哎哎哎，啊，给他点教训行吗？这我哪舍得呀？啊，你在这边，别，我得救他去。是。怎么躲这儿了？找你半天了，你知道吗？都结束了。哎呀，我跟你那帮管事的保安说了，都是误会。你这就把人放了？那必须的呀，我是受害人，我说没事就没事。哎，我没瞧见那姑娘，当时听说我放她走的时候，哎，那眼神，哎，就跟瞧见男神似的。也就哥们儿定力强，要当场被拿下了，真的。麻烦给我杯喝的。那边妞是谁呀？明星还是模特啊？不熟，是不是刚出道？你好，我叫张涛。你好，我是田小妮。哪儿来的小妖精？我怎么不知道？田小妮，你早就认识啊？怎么不说呢？走，我带你们认识一下去。好啊。哎，我听说了，那女孩好像什么，给这个小明星做服装的设计师。啊，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我留一微信去啊，你在这别动。哎，别打扰我。说巧的应该是我吧。哎，我来给各位介绍一下，这位叫田小妮，是我的设计师。幸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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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今天多亏了他呀，害我差点成为开幕式最丢人的一个。今天真的是有惊无险，不过还好那件礼服真的是在最后关头拿到手，你穿上真的好合身啊。是吗？礼服最后一分钟才送到我的手上，害我差点参加不了开幕式，差点又得穿着山寨的礼服出来丢人现眼。小妮啊，我真的特别幸运，能够找到像你这么一位又漂亮又专业的设计师。恭喜你被放出来了。哎，来来来，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就是今天帮我们去取礼服的朋友。哎，这个是大明星刘璐。你好，我是展望，你就是刘璐啊？你看过我的戏啊？复仇女神，下一秒就是你。不好意思，我没看过。啊，璐璐下一部戏《真金白银》里演女一号，主题歌也是她唱。他平常不太看电视。我看过，我在开幕式的时候看到过你。小妮呀，你怎么都不说你在开幕式也有朋友呢？不好意思啊，他不是我朋友。原来是这样啊。你喝多了。我哎，他一喝多就爱胡说八道，你都不认识我了。哎，那个你们先聊啊，我们过去打个招呼。抱歉，我们失陪了啊。你姐失陪了。干嘛啊？
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我也想问，你是属螃蟹的吧？干嘛掐我？我还没说你呢，差点把我震成脑震荡。活该。哎，你说你那烂驾驶技术，你还好意思开车？网上买的执照吧？刚才你落井下石也就算了，刚刚你故意拆我台，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？关键是我跟你不熟，我干嘛要帮你啊？田小姐，哎，对了，老詹，正好你带着田小姐尝尝我们公司赞助的海鲜，就不知道田小姐喜欢吃什么品种海鲜？螃蟹。你才喜欢吃螃蟹呢。放在这里的包和鞋，在我的眼睛里都是艺术品。每一个包，每一双鞋，都有那个设计师的故事在里面。我希望有一天，我田小妮的品牌像这些设计师一样，被大家欣赏、收藏。别急了，我晚上的晚宴都没吃饱。你等会儿。期了，对啊，这也太准时了吧！我跟你说，这投资真的相当值，要存银行死期都比这个少好几倍呢。当然了，姐，嗯，我下个月发的第一笔工资，你也帮我给浩哥，让浩哥帮我投呗。行行行，没问题，以后好日子长着呢。嗯，鸡皮疙瘩掉一地。啊，对了，有件事儿我要告诉你们。什么事儿啊？我同意了，谢谢你，顾佳。庆祝顾佳订婚快乐！来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！嗯，啊，好喝，好喝。你想好了？
就他了。那不然呢？怎么啦？不再选选啊？你觉得我们家李浩不好？好，好，好。我哪敢说一个不字啊！我们钱可都在你家李浩兜里揣着呢。今年的马尔代夫，明年夏威夷，就靠你们家李浩了。那你还一副不屑的表情，是干嘛呀？主要是吧，这小子必须得对你好。以后要是我，钻戒至少得鸽子蛋这么大。我要找的那个人，至少得住在那样的高层。行了吧你啊，我说啊，你就放弃你那个什么标准吧。你说这年头最重要的不就是找一个爱自己疼自己的人，两个人好好在一起过日子不是最重要的吗？小妞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降低点你的标准，你早嫁出去了。我为什么要降低我的标准啊？啊，我辛辛苦苦打拼到现在，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，我天天看那些小明星的脸色过日子，我不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价值吗？找我要的高质男。哇！啊！嗯，哎，我说小妮啊，嗯，你还想一想啊，那个宏图大计，28岁以前怎么样把自己嫁出去？怎么了？刘璐上微博头条了，为啥？说她穿透视装。哎呀妈呀！好事儿啊！哎，不是，你看啊，他自己的工作室都转了这条微博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了，他是想红，他炒作，他当然是想炒作，但你也没必要凑热闹吧？我没凑热闹。啊，小妮姐，小妮姐。他们工作室这条微博还艾特你了呢，你看你看，哎，哇塞，现在好多人都在搜那件暴露装置设计师是谁。我的小妮姐，你要红了。啊，我是设计师，不混娱乐圈，我的名气也用不着他帮衬。还有，你别一口一个什么透视暴露服装的，哎，我们这是高定。不是啊，那不是我说的，你看这网上人家都是这么说的。现在有多少人看见这件衣服，我就有多丢人。说好好的一件典雅晚礼服，怎么就穿成什么透视暴露装了？识货，告诉你啊，打今儿起这车归你了。别闹！闹什么呀？我多久没碰车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哎，那天哪个孙子开车把天真拉回来的？不然检查礼服，你检查了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小妮姐，这件事真的不能怪我。昨天我给露露穿礼服的时候，她就没有抹胸。怎么可能？真的没有。那我只能那么把衣服给人家穿呀。你再想一想吧，你是不是给丢在哪儿了呀？
别废话了，反正这车呢，我就撂这儿。你爱开就开，不开呢，你帮哥们改一下，就当我赞助你第一单大生意。来，先不聊这个，我跟你说正事儿。账本在哪？账本我酒楼呢，拿给我，以后账本放我这儿。干嘛呀？小妹妹的车，啊，大姐姐的车，以后再到车行来修，拒绝签单。别，老张，我跟你说，你甭管是小妹妹还是大姐姐，这都咱客户，对不对？这点小钱你就当哥们公关啊。像你这样，我真帮不了你。妈说翻就脸就翻脸啊你！哎呦，他服你了，我这大早上赶过来找虐来了，走走，取账本去吧。这上面都写的什么？你自己看吧。哪家媒体啊？说八道，这不乱写吗？乱写，上面还说我是被设计师陷害，让我围了一条薄纱就让我上台了，简直是胡说八道！你知道吗？那条裙子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，好几个小明星找我借去走红毯，我都没借给他们，我专门留给你的。哦，专门留给我的呀？是呀。那我就奇怪了，你为我量身打造的礼服，为什么莫名其妙就跑到芳芳身上了呢？这件事我也很奇怪，不过我田小妮绝对不是那种吃里扒外玩猫腻的人。如果你不相信，行，我现在就去找白若云，我一定会把这事儿弄得水落石出，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哎，等等，你问什么呀？都是圈里人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我还信不过你呀？怎么回事？咱们心里明白不就行了吗？小孙啊，让公司的宣传发一条微博，艾特一下那几个时尚专栏的大 V， 就说我穿的可是知名设计师的作品，昨天是我对作品的大胆呈现，别老总是就着露不露的说，多尴尬，对不对？好的，陆姐。露露，媒体那边呢，我想想办法，我有朋友。昨天确实不好意思，那个衣服本来是有里衬的，但是没给你穿上，所以就变成了透视装。算了，媒体就是这样，他们写这样的新闻，拍这样的照片，不就是为了精彩度吗？那本小姐就配合他们，给他们精彩度，反正都是各取所需，你懂的啊。这，小妮呀，说实话，其实咱们这次合作反响不小，我下个月呢受邀参加时装周的发布会，去看秀、街拍加晚宴，一共十套造型，我想都交给你，怎么样？没问，当然没问题了。没问题，那就太好了。我得走了，这手机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一直没有停过，全都找着要我拍封面、做活动的，都快把我给烦死了。小妮呀，你可得抓紧了，争取新造型出来的效果啊，比这次更好。我期待惊喜，没问题。小孙，咱们得上场了。看看可以，别乱摸啊！别乱摸啊！还是差不多。哎。强哥，哎呦，强哥，你可算来了！你看，快看，你看，偷懒呢？偷什么懒啊？这车改装过，我们都不敢动了。四五八百，我们这修干嘛的呀？不知道啊。刚开车的人来了就点你的名字，非要你修不可。帮我把电脑拿来。好嘞。刚百度完，这车四百多万，多少？快快，电脑。哎。
先生，挂空档啊。OK。点火了吗 ？OK。着了。踩油门，轻点。有了吗？有，再踩。车主说什么时候要车了吗？没说呀，刚才就把车开过来就走了，说什么把车修完了送回去。OK 了，这么快？那他总有留地址吧？我跟你一起开过去。地址，地……哎，这儿呢，梁哥，这儿地址。忽然触碰你的眼睛，只听到心跳在激动，却装作不在乎，像云淡风又轻。时光飞逝，每一分钟都盼望看到你笑容，需要多少期待才能重逢？最美的爱情。